天我们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正在住在梅里雪山的对面，然后明天早上带大家一起看日照金山吧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西藏的这个卢朗小镇，风景非常的漂亮，山啊这森林啊都非常有那种欧洲北美的那种森林的感觉，骑车太爽了，这路线到处都是路线。Nice.